4月20日下午，黄子韬在微博发文祝今天满29岁的鹿晗生日快乐，同时为今天举行演唱会的吴亦凡加油。黄子韬配文道：“生日快乐，演唱会加油，兄弟祝福晚了，对不起，我刚睡醒。”据悉，20日吴亦凡《天地东西》2019巡回演唱会南京站即将开唱，现场有网友晒出鹿晗、黄子韬给吴亦凡演唱会送出的祝福卡片，分别写着：“你看这个面，它又长又宽，演唱会必须成功，咔咔的。”和“祝演唱会圆满成功，加油就是干。”同时，4月20日也是鹿晗29岁生日。20日下午，吴亦凡转发鹿晗的生日博，并送上祝福：“兄弟生日快乐，新专辑好听。”